一清晚要住宿吗？对，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们一个晚上房间多少钱啊？一个晚上2500啊，两间是5000，你们要两间吗？哎，要多少钱？就一间房吧。不行了，我们怎么开一间了？对啊，老板娘，可不可以给我两间房？我怕他对我怎么样。谁会对你怎样？我才想这么说哎。来，今晚上你们就睡这间吧。啊，这是干的衣服，把它换上，湿的衣服明天就干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休息吧，晚安。只有一张床啊。那你睡地上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付的钱啊。如果你要跟我一起睡在床上也可以啊。才不要。随便你。那我要去，我要去洗澡了。洗澡当然要脱衣服啊。你为什么把你的袜子放我衣服上啊？因为没有衣架。那你可以放在你的衣服上啊。不要，会脏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了？对，我完全想起来了。你都想起来了吗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住哪里，家里是做什么的？哎，你是警察吗？这么多的问题。哎呦，你赶快告诉我吧。哎。我想起来，今天有人骂我只会惹麻烦，是讨人厌无赖，还说希望我可以消失。哎，不要打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今天是有点太过分。什么太过分？是非常过分。哼。我是真的很在乎客人定制的每一份蛋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爸爸。或许
对你来说，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日蛋糕而已。但对我来说，那是我爸爸用生命在守护的东西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爸爸曾经说过，生日吃蛋糕之所以会让人开心，不只是因为蛋糕好吃而已，最重要的是因为蛋糕上有最爱你的人给你的祝福，所以他才会这么用心，这么努力地守护每一份蛋糕。对他来说，这比什么都还要重要。不管做什么样的蛋糕，爸爸都会很用心，因为我不想让满心期待的客人失望。是怎么过世的？他为了完成客人的心愿，为不让客人失望，所以他在台风天坚持自己去送蛋糕。你知道吗？他真的是用生命在守护那个蛋糕。哎，我后来听客人说，他们拿到蛋糕的时候，上面连一滴雨水都没有哦。是没有想到，他在骑车回来的时候就发生车祸，离开我。才会那么生气，我把客人订做的蛋糕吃掉，是吗？那是我爸爸的梦想，我也决定要继承这个梦想，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蛋糕师傅，算是我对他的承诺。您跟爸爸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爸爸是我记忆以来最亲的人，所以当然是我全世界最爱的人了。我想你爸爸一定也很舍不得离开你，如果你不见了，他应该会很着急吧？那是一定的啊。对不起，这几天太忙了，动不动去韩国驻台办事处问一下。你的家人一定很急在找你吧？等明天回去，我一定会陪你去的。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消息吧。干嘛？原来女生哭的样子这么丑。你可恶啊！把你的眼泪擦一擦，又丑又脏。你才又丑又脏。对嘛，你还是这样好看多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去睡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说过了，钱是我付的，所以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。我是女生的，我应该睡床上吧？你才睡地上。我不要睡地上，我要睡床上。睡地上我骨头会散掉。睡过去。我要睡床上。哎呦，我要睡床。你下去啦。
老板娘早安。早，这边坐。哎，这是我们花莲的招牌的早餐，这个是男孩早餐，这个是女孩早餐，好丰盛啊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男孩早餐是用花莲盛产的韩吉，女孩早餐是以芋头为主。嗯，请慢用。嗯，韩吉很好吃，我喜欢韩吉。那以后叫你韩吉好了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笑吗？很可爱啊，因为你是韩国人，所以你就是韩吉。干嘛吃我的啦？奇怪。你在干嘛？不用客气。